观音法门自度度人，可以说是愿力宏深的广大慈悲法门。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是自度度人、愿力宏深的广大慈悲法门。菩萨道的修行能够带给我们一个充满慈悲与关怀的心境。愿大众能够升起精进的心，以菩萨之心为己心，以菩萨之愿为己愿，以菩萨之行为己行。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，为何出家值得纪念呢？因为出家有诸多殊胜功德。根据出家功德经记载，以一日一夜出家故，满20劫不堕地狱恶鬼出生，长生天人寿不自然。大智度论已言，白衣虽有富贵力，不如出家功德深。出家破烦恼，断无明，得无生忍，出生死苦，是者天上人间至最胜。纪念观音菩萨出家日，期盼在菩萨道上，大家彼此成就念观音、求观音、学观音、做观音的大悲愿心。愿每一个人都能用慈悲平等的心对待他人，也做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十方新闻郭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。